只要一个属于你的地方，能用力喊出你灵魂的真相。是简单平常，像孩子一样，眼神透明善良。啊！加油！加油！还有快上！三位朱丽静刚发新片的她，能跨越心理障碍，展现好歌喉吗？哎呦，是哦，是，存在的力量，谢谢。今天我马上让你知道存在的力量真的。你送几张，我们就送你几样。三张哦。好，新的专辑是最新专辑 ，OK， 主打歌就是存在力量嘛？对 ，OK， 那待会就是我们唱存在的力量吗？对。不好意思，因为你们如果出片，我们也会参加。健康哥，放轻松哈，你放心啦，我们放轻松，因为你是出片歌手，我们对出片歌手一向比较好，我们会把重心放在下一位。对，黄靖伦又来，你戏啊你，尤其从新加坡来，还自称是处男，移民了更要处理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谢谢靖伦。我们先开始存在的力量，放心，这一段我们不会先碰。来，预备，请唱。你问谁了吗？带着早餐回家。还没开始。Hello， 我只是主持人。Nothing，OK。好的，我还没感受到那个力量。我发现就是说，他怎么表情都不是恐惧的呢？哦，怎么会是笑到这样？难道你已经神经错乱到一种疯狂？一般来讲，疯掉的人才会这样子，就是哭跟笑之间是。搞不清楚，分不出来。对，我觉得坐在那边看他们被绑都觉得还好，自己坐在这边被绑，他觉得这是绑架，放开我。我们接下去，让我们继续唱下去。来，你只要一个属于你的地方，能用力喊出你灵魂的真相。
怕蟑螂？我小时候就是。你有麦？好，我小时候就是那个有一年暑假，然后隔天要返校，就很兴奋，睡不着觉，就睡。那时候我跟爸妈一起睡，因为还很小。嗯。睡，觉得奇怪，怎么有东西就是从脚最底下开始往上爬，然后一边爬，三步就停一下，然后爬五步之后还转圈，就是这样子绕着圈爬上来，爬。然后我本来想说，好，我不要理他，我让他应该等一下就会走了，我不理他，他就爬到大腿上，然后停在大腿的底下就不动了。然后我本来蟑螂很色哦，在大腿这边，重点是他最后咬我了，咬，他咬了一口，然后我整个人从床上跳起来尖叫，妈，有人咬我！蟑螂会咬人哦，会咬人，超痛的。接下来我们答应过你，1000万次的泪水，请站起来，好好的唱，请唱。啊，擦不掉那很痛的眼泪，关不掉情歌里的暧昧，回忆多么迂回，我认真爱过不后悔。啊，我谁没掉过很痛的眼泪，谁的世界里面还有个谁，越要爱的完美，越是心越焦越碎。是爆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唱得太好，谢谢，这首专辑真的是非常棒，谢谢，掌声鼓励，大家一定要买正版的。谢谢。